观世音菩萨在世人的印象中有两种的形象，一个是古印度时期流传下来观音菩萨像，另外一个是佛教传入中土了后所呈现的塑像。观音菩萨是闻声救苦、大慈大悲的正幻明如来，成就解脱众生、离苦得乐的悲愿，道家诸行来到娑婆世界度化众生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有讲到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观世音是观世间纷纷众生的忧悲苦恼，清除众生的痛苦，解脱度化到极乐世界。千树祈求千树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欢迎收看《观音菩萨传》，佛法告诉我们，一切唯心造。世间的灾难看似意外，实际上和我们的心念息息相关。我们心中有贪嗔痴，就招感种种灾难。贪心感水灾饥馑，嗔心感火灾刀兵斗争，痴心感风灾瘟疫等。因为不了解佛法，众生的心中充满贪嗔痴，身口意造作杀盗淫等恶业，由业感果，招感天灾人祸瘟疫等灾难。值得庆幸的是，灾厄始于人心，同样能够止于人心。只要每个人都能积极地行善而非造恶，这股善的力量绝对能够让我们获得平安。因此佛法教导我们要具备正心正念，行为处事符合正法，不但能够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更可以累积福德，不怕灾厄上门。同时修学观音法门，以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礼敬众生，帮助众生，发愿做众生的活菩萨，那么世间必能无灾无难。真久以前，五家是地方上的望族，也是思想名门，出真济财主，包括五老爷本人在内。伊修建一座宗祠阁，收集上万卷的古册，专门栽培五世子弟。伫遮的宗祠当中，有袂少拢是佛经。五老爷上届细汉的孙仔叫做五静，伊上爱读佛经，常常家己来遮读经册。五静伊是一个真特别的囡仔，个性诚实稳重。小小的年纪就知影爱惜物命，而且伊嘛真欢喜帮助别人，将来拢袂做出予世代烦恼操烦的代志。有一天，五静行向阁楼，要找甲观音菩萨有关的记载，无想到有一块木板因为予虫蛀掉腐去啊，害五静一脚踏落就落落去。落落去的时阵，五静看到伫半空中有一个穿白衫的女子，将伊抱咧，然后慢慢啊降落，予伊无受着伤害。五家的人听到这件代志，知影这是菩萨出手相救，所以五老爷就带全家人做伙皈依佛门，从此尽心尽力扶持各种的佛事。还有一位王老太太，她也是真有名的大善人。有一天，她抱刚过百日的孙子要渡河，因为河面有损害，结果老太太没注意到就跌落去水中。当时水流真急，但是老太太抱着孙子站在水面上，亲像就站在平地同款，非常的安稳，真镇定，等待尊者将他们两个救起来。
事后大家都感觉很奇怪，所以就问老太太，在这么危险的当下，你都不怕吗？哪会当保持这么镇定？老太太说，一开始是不感觉怕，因为她一心祈念观音菩萨的圣号，她相信菩萨一定会保佑她，这就是她平安脱困的法门。虎门品中说，若为大水所漂，称其名号，即得浅处。水难是观世音菩萨救度的七难之一，然而小水不成难，或细故入水亦不成难，欲论其难，故言大水所漂。水难有三种，一是果报水，二是恶业水，三是烦恼水。果报水通至二禅，恶业水通三界，烦恼水通大小圣。因此天台中智者大师以小水不成难譬喻恶业未现深处时，只要能够回头，尚可退至浅处，不会受难。但如果依旧执迷不悟，使诸恶恣意破坏善业，那么这样的恶业波浪、爱欲、因缘，最终必使众生深陷善恶道中，妄持正念，退善入恶。在动乱的时刻、不安的年代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抚慰人心安定的力量，伊予咱相信生活处处有光明，家己清净，风尘就有机会清净；自心平安，世间就有机会平安。感恩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方发改基金会。星星是八岁做囡仔，天真活泼是村庄内底的开心果。有一年暑假，伊带伊五岁的小弟要去隔壁村找表兄，中昼就顺线留伫阿姨遐食饭。迄一天唔知影是安怎，星星的目睭皮一直跳袂停，一边食饭还佫一边流目睭。阿姨问伊是安怎？也提醒星星一直流目睭，安尼唔好。没想到星星的亲像是一个大人同款，反问阿姨：“我听同学讲，那是目睭皮咧跳，代表要出大代志啊！这敢是真的？”阿姨看星星真正经咧问，伊嘛笑笑摸伊头讲：“囡仔人咧紧张啥物？你放心。”没有什么代志，就算真正出代志啊，你嘛唔免惊。只要按照你妈妈教你的，马上念观音菩萨，菩萨一定会来保护你的。星星听完点头，赶紧将饭吃完，准备要带小弟回去厝。要离开之前，阿姨千交代万交代，叫因两个得直接回去。唔通搁伫外口乱乱说，两个人拢讲好，但是正行出大门无几步，小弟就吵讲，伊要先去附近一条小溪看鱼啊，看完伊才要转去。星星本来是无同意，可是小弟一直吵，伊家己嘛爱耍的心也被说服啊，伊想讲。以前伊嘛恰恰甲表兄去溪边佚佗，伊对迄条溪真熟悉，应该袂有啥物问题。所以两个人就换一个方向，向小溪行去。正行来到接近小溪，星星就互对面有一丛白花吸引，真佮意伊走去要挽花，疏忽伊个小弟还佮伫个身边。这个时阵，水面上飘来一粒鸡卵。小弟因为好奇，想要去捡鸡卵，一个不小心就跌落溪底，惊到大声哭出来。星星一手抓着河岸上的草藤，一手抓着一直要沉落去的小弟，伊想要将小弟救起来，
只是伊个力无够大，无办法将小弟救起来。这个时阵，草顶的金波因为土松起，有连根脱落的现象。深深感觉家己甲小弟拢会跌落去水中，深深嘛是真着急，也哭出来，一边大声叫救人。偏偏即马是中昼休困的时间，居民多半拢也咧困中昼，嘛无虾米人伫外口行来行去。所以不管你安怎画，画破难熬也无采工，害伊急加唔知影要如何是好，脱口就讲出：“菩萨，我即马要安怎？”刹那间，有一个念头伫星星的脑海中闪过。伊想到，拄只阿姨有讲过，若是有代志，得赶紧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。我们一般人的耳朵都是向外的，所以很容易被外面的境界所影响。观世音菩萨正好相反，他让耳根向内闻自性，不去追逐尘世中的纷扰争执，然后以耳根圆通法门得禅定，并从禅定中明心见性。所以我们修学观音法门，也要懂得善护耳根，不被外在的境界所染污，不要因为别人说了什么就开始胡思乱想，生出分别执着，起贪嗔痴慢疑，那么自然会造作恶业。懂得善悟耳根后，还要护持眼根、舌根，进而收摄六根，不生贪欲烦恼，心不向外攀缘，渐进不生贪爱，则烦恼日渐稀薄，心得解脱自在。心心靠个鬼面大声话：“观世音菩萨，请你赶紧来救我个小弟！”在星星画几下句了后，有一个骑脚踏车阿伯拄好经过，听到星星的哭声，马上就来救人，才顺利将星星家底啊对鬼门关救回来。星星甲小弟唔呐，衫裤拢已经湿去，也因为受到伤过大的吓惊，所以对这个身份的阿伯一直哭袂停。阿伯看起来真慈祥，不断安慰家弟啊，叫伊两个卖哭啊，无代志啊，唔免惊。阿伯讲完，就载两个人回厝。拄来到厝门口，星星的妈妈真紧张走出来，将两个囡仔揽诶，心情真激动，讲：“菩萨有保庇，感谢菩萨保庇。”原来星星的妈妈当时是在困中道，伊梦到家底啊两个人跌落水的情形，然后又搁梦到观世音菩萨将两个人救起来的过程。伊惊一个瞬间惊醒过来，着急要走去溪边看卖啊，拄行出门就看到倒来到厝的囡仔。星星看到妈妈，心情平复真多。伊对妈妈讲：“是阿伯救因的。”但是妈妈抬头看，并无虾米人啊，只除了只底下两个人以外，无其他的人啊。妈妈问星星：“迄位阿伯，伊生得虾米模样？伊要好好啊去答谢。”根据星星的形容，妈妈发觉伊家己住伫遮十几年，从来拢无见过有这位阿伯，对这个人无印象。妈妈再详细了解，发现迄位阿伯根本无问囡仔住址伫底，为虾米会当将囡仔平安送返来到厝呢？看来真正甲梦境共款，是观世音菩萨显化救人。几天后，妈妈带着星星和小弟去寺院上香，感谢菩萨救命之恩。同时也提醒囡仔，爱虔诚信仰观音菩萨，将来大汉做一个行善帮助人的佛弟子，才袂辜负菩萨的恩德。
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又称普门品、观世音经，这是记述观世音菩萨为拔苦与乐、随缘应机施化、示现种种形象，以种种形游诸国土，度脱众生。所以随着观音信仰的兴盛，普门品从法华经中被单独传抄，甚至称为观世音经。观世音菩萨以慈悲救度众生为本愿，凡遇危难众生称其名号，菩萨及时观其音声前往救度，所以称观世音菩萨。又因菩萨于理事无碍，观达自在，所以也称观自在菩萨。至于普门，则是说众生的根基虽千差万别，而观世音菩萨能普应全机，普不示现。不过即便菩萨有求必应，我们也要管好自己的言行，不要放纵恶业造作，等到憾事发生后后悔莫及。六月天酸水是上佳好消暖的方式之一。有一大阵的大学生下课小酒去海水浴场佚佗，阿明讲伊家己袂晓游水，伊无爱去。伊的同学竟然拢讲袂晓游泳，更加爱去遐练习，才学会晓啊！就安尼，阿明互同学硬溜去，来到海边酸水。同学拢真热心指导，阿明伊嘛真认真练习，真紧的掌握技巧。伊家己也无想到，遮尼紧的学会晓啊！所以感觉有一点仔得意，伊目睭客客开始随海涌漂流。这个时阵日头已经落山，天色渐渐昏暗，海边啊吹起一阵又搁一阵的大风，海涌也是愈来愈悬。阿明感觉有一点仔忝，也搁有一股的寒意，伊拍算要上岸歇困，哪知啊！目睭一睁开，家己煞惊一跳，因为伊已经离岸边真远。本来只有到腰的海水，即马已经来到胸坎嘛。阿明向同学发出呼救，一群人才注意到阿明陷入险境，准备要过去救人。可是无情的海涌，一波接一波打过来，不但救不回阿明，还阁将一群人拢带往外海，离岸边更加远。阿明知影情况唔对，心内咧想：我袂使拖累着同学，所以伊就惊啊真镇定，大声对同学讲：恁拢赶紧等去岸边，找人来救我。也是讲，找一条长衫来给我。事实上，阿明的心内伊是真紧张的，伊真清楚，拄则讲的话只是借口。只要同学一离开，以后大家要相见，恐惊只会当假梦来生。海水一下啊，就淹到阿明的颔棍，让伊愈来愈歹喘气。阿明再度将目睭揭开，在海上浮浮沉沉，迷迷糊糊之间，阿明以为伊家己就得要伫人间消失啦。伊的心内生出真愧疚的感觉，感觉对不起父母，家己也未负报答养育之恩，伊嘛感觉真罪过。想到这个代志，阿明慢慢啊念出观音菩萨的圣号，诚心诚意念出圣号。才经过一下的时间，就出现奇迹。有一道大风突然间吹过来，将阿明对外海吹回到沙滩。同学看到，马上将阿明扛上岸，送去病院。好佳哉，经过医生的检查，阿明除了砸到以外，其他一切拢正常。经过一段时间，阿明感染佛菩萨的威德，不可思议。
伊决定要皈依佛门，伊向菩萨发下宏愿，愿意众生护持菩萨救苦救难的精神，为大众服务，拢用上界大热情护持佛教，护佛法伫世间永远流传。印光大师曾开示，习灾根本的方法在念佛，尽人念佛，则此业可转移；少数人念佛，亦可转清。所谓的清净心，就是念佛的心，让这股念佛的愿力制服贪嗔痴等恶念，使其不起现行，进而消除众生的灾难和共业。这就是念佛方能消宿业，结成自可转凡心的道理。所以即使灾难当头，我们也要一心不乱地念佛，依靠佛力加持，扭转业力，转烦恼为菩提，化秽土为净土，定能消除世间一切苦难，共成无上道。感谢您的收看《观音菩萨传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在动乱的时刻，不安的年代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抚慰人心安定的力量，伊予咱相信生活处处有光明，家己清净，风尘就有机会清净，自心平安，世间就有机会平安。感恩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。常作独。